是还一直带线，都不太好管他。那冷刀能不能拿下他？应该是可以。这就是水友的正常发挥实力。这个就是水友的实力，我操！水友的实力还需要送吗？你用实力玩比送还夸张一些。为什么 A 不出来？哎，他亏线，他亏线，这波线吃不了，他下波线也吃不了。你不是很会 A 吗 ？A 呀，怎么不 A 了？丢嘞！早就无可再生。兄弟们，我一 v 二，一个 cosplay， 一个女仆，怎么说？上不上？上不上，兄弟们？沾满鲜血。带你洗个澡。呜呼！美滋滋！小兵要死了，我就把他赶走。尽量不让他上线。又一个！我操你！哎，爆坤了！哎呀，完了，傻逼了！等加 W， 我药光没好，我就 Q 他了，差点出大事。高高兴兴把家还祭，尽量给天使。OK。传染这个声音要怎么笑得出来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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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越笑越奸坏了，我操！控王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。光明出得救。吓死老子了！不是，可惜是什么意思？这血量我都有经过我的仔细的计算。正所谓术业有专攻，像我那卖鞋的表哥，水有脚臭，他脱鞋一闻就知道了。所以说，兄弟们想要买鞋的话，就一定要找这种专业一点的，知道吧？像我表哥，表哥微信 DIGG88。什么潮牌潮服都有，十五天之内不满意，包退，包换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更多火药。溜了溜了溜了！我丢嘞，怎么给？哎呀，有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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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表哥结婚了吗？表哥还没有结婚，但是他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别想了。哎，这个电刀轻小兵能不能削一下呀？要想想怎么游走，想怎么刷就刷，比那些刷子英雄刷的都快一点。你看，小兵就把没了，关条毛！我不能再利用兵线去压他了呀！他这样子 A 一下小兵没了的话。
不了我们了，他清线太快了。好啊，又一个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我操，飞了。你再装一下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，把他杀了可以大龙。说实话，清算就要来临了，可以开人。哎哎，你他妈的还我操你个嘴，游戏变味了。冷静一下，太快了，并且还一直带线，都不太好管他。二能刀能不能拿下他？应该是可以的。这就是水友的正常发挥实力。我也怕被机器人勾了。Q， 跑得好快，太快了！那我五杀不是有了吗？看能不能一波，这是没暴击的伤害值。动不了，我操，坏了，应该拆塔的，我的。这还把盾给弄没了，这个就是水友的实力，我操！
跑得挺快的。随口 W 就减一点移速，我操！刷啥合适？换个孩子就可以了。孩子，6万多伤害。